也不知道那婚礼办咋样了。婚礼上是不是可多好吃的了？可不是，婚礼上的吃的最难吃了。啊？贝贝，你咋不高兴啊？又不是高阳结婚。啊，说好三个人一块儿去婚礼，最后没答应。那最后带谁去了？哼，小文，离谱吧？他说他们仨是一家人，缺一不可。高阳他那后爹优秀不？到底啥样啊？比高叔有钱，比高叔年轻。那这样的人不多的去了吗？肤浅。呀，大伟哥，你们俩在这儿呢，高阳呢？高阳参加他妈的婚礼了。不，我不是骂你啊，我是说参加他妈妈的婚礼。哎，一起整一口啊。哎，我不吃，你们吃，我怕挨摔。假不是妈，你干啥？坐下。坐下。是不是因为上回没有接你去北京，生气了？没有。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。啊！我上回没有接你去北京，是因为我没本事。你以为我在北京开个公司挣了点钱就是人物了？我告诉你，高阳，在北京，你妈我什么都不是，比我有钱有关系的人多了去了。之前是想给你办转学，但是没办下来，所以才没有接你过去，知道了吧？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因为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不行。高斌已经不行了，我希望你想到我，至少心里是踏实的。我爸还行。儿啊，不说别的了，现在妈把学校给你办下来了，跟妈去北京上高中，然后咱们出国。出国？安娜这人吧，就这样。刚才说的是气话，别当真啊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是，就那脾气。不了的事儿，我知道。爱情是次要的，事业上的互相帮助才是真。哎呀，你这么说就有点太功利了。这安娜也是有感情的人。是。在她那儿啊。事业是排第二位，我呢，也就排在第三。那第一是啥呀？高阳啊。这我真没看出来呀。斌哥，你去问我是怎么追到安娜的。那时候在北京，咱们铁拳出来做买卖。好多人都盯着安娜，有看着她钱的，有看着她人的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但是安娜瞧都不瞧，这十几年她一直单身。直到上回，我听说她给孩子办学校没办成，特着急。
我就帮了个忙。没想到，我这才入了他的法眼。这些我们都不知道。结婚之前，大公约我三张。他问我能不能对高阳好，要是不能，这婚就别结了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既然安娜那么爱高阳，那为啥当年撇了他就走了呀？哥，叶听你说这话就没受过罪。那时候离婚，安娜为啥不带孩子走？是怕孩子跟他到北京受苦啊。现在条件好了，这才敢把孩子接过来。我也明白，你们想把高阳带去北京，是为了他好。但你们也得尊重他的意愿呀，毕竟马上就成年了。明哥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要向你坦白。啥事儿啊？其实啊，我们不仅要带高阳到北京，将来还要带他出国。安娜说了，以高阳的成绩，高考肯定没戏，这是他唯一的出路。安娜不让我跟你说，他想直接带孩子走。我觉得这么做他不对。不对呀，那肯定不对呀。对不起啊。赵高阳。嗯。他走了。小文，干啥去啊？高阳，你要出国？没有啊。你妈妈要带你出国，你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不是，你咋不着急呢？不是，这有什么好着急的呀？出国了，再也见不到了呀。你耍我？没有，那啥，我妈呢确实要带我出国，但是我没同意。哎，你咋说的？问这干啥？走吧。老兵呢？不是，你到底咋说的嘛？哎，放心吧，啊，我不会走的。嗯。不是妈，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？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是你妈。我只考虑你的前途，我不用考虑你的感受。你给我的前途，我不想走。高阳啊，你才17岁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现在在说什么。高斌整天也不管你。是，你在铁原有几个虎朋狗友，过得也挺开心的。但我告诉你，人总归是要长大的，你那些虎朋狗友不可能陪你一辈子。谁说的？我说的。高阳，我不怕你恨我，今天我把丑话撂前头。在这个世上，能没有私心对你好的，只有你妈。这么多年，我在北京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你。你出去打听打听，整个铁原哪家的孩子有你这样的机会？为了这个机会，我是牺牲了这么多年和你相处的时间。才换来的。妈，我不知道你在北京原来受了那么多苦。我以为在你心里我一点都不重要呢。知道就好，跟妈走。谢谢你。
不能跟你走。我知道，你不放心你爸，没事，我会给他一笔养老金，他不会吃苦的。不光是因为告别，妈，你想对我好，我也想对别人好。我答应过小文了。叶小文？对，他是孤儿，但是现在他是我兄弟，是我的亲人。你看，我有你和高斌，但是他只有我了。我之前只会为自己考虑，是小文，他教会我知恩图报。妈，我以后会孝顺你的，但我不能跟你走。啊，对不起。干啥呀？高阳都跟我说了，我来就想跟你唠两句，唠完之后我们就先走了。他不跟我走，你满意了吧？安娜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个人呢，就一直这样，刀子嘴豆腐心。你心里那么在乎高阳，为啥不跟他说呀？让他误会这么多年。这战宠海嘴可够碎的。不怪人家小战，小战人挺好的。我真得劝你一句，结了婚就跟人好好过，有话好好说。哎呀，关于孩子，孩子需要的是爱和陪伴，他们不需要钱，他们的未来。闭嘴吧你！外面的世界什么样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你咋又来了呀？高斌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？孩子需要的是真真正正的帮助，不是那些虚的。我没说你，我就是想跟你让开。我结婚，江山易改，人心难移啊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今天是安娜女士和战宠海先生的新婚典礼，他们曾在幸福的门口徘徊过，而正是这一段徘徊的日子，让他们遇见了彼此，共同敲开了幸福的大门。现场的朋友们，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祝福他们吧。祝他们百年好合，白头到老，永结同心，幸福美满。咋的？看我妈跟别人结婚，心里还难受啊？难受啥呀？就是觉得红包都交了，饭却没吃着，亏得慌。看你那样，走吧，吃饺子去。韭菜鸡蛋啊，走走走走走走。老板，再加两份饺子。
高老师，真吃不动了。嗯。小王啊，多吃点，万一人家高阳改了心思，又想去国外呢，说不定这就是散伙饭了。人国外没有这么好吃饺子。嗯，行。说啥了？说不走就不走。真不走啊？那可是国外，不用高考的。老金跟我说了，咱国内的基础教育是全球第一，就你数理化那个成绩啊，去那边就是科代表。别得了便宜卖乖了，留下来也不是冲你。哦，那我算是。你妈不容易，单身那么久，哎呀，跟我一样。啊，虽然赚钱很多，但他不知道他失去了什么，失去了跟你一起成长的。经历，下次别谈赔了。你小子虽然挺烦人的，但值了，值了。买单，买单，我们买单去了啊。
咱啥时候回去？你先回吧，我想再待两天。也好，跟高阳再见见，以后想见也不容易了。还有啥需要帮忙的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儿。你回吧，我把秘书叫进来。安总，您找我？帮我查一下叶小文的情况，越详细越好。好的。当时，我妈要给高斌一笔钱。我妈为了得到我，那真是不惜一切代价。还有我妈那个新老公，那对我也是相当敬重，一见面就给我送礼。给你们说话呢，听见没啊？妹儿，这男的为啥不爱这女的呀？纠结呗。小文，你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睡着了？不是，跟你们说话呢。哎，大哥呀，你都酿到好几天了，咱消停消停吧啊。这是我人生大事啊，兄弟们。哎呀，高阳，你要走走，要留留呗，什么墨迹？你们一个个，我还以为你们舍不得我呢。可拉倒吧！从第一次到现在，你一会儿走一会儿留的，我都哭多少回了，我已经没有眼泪能留给你了。走吧走吧走吧，别理他。不是，小文，你快说说他们。烦死人了！高三了，收收心吧。这次月考成绩出来了啊，我念到名的上来拿一下。赵家宝，哎，你艺考，你这文化课也得跟上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你这字儿，像狗啃的似的，努力啊！好，金贝贝，对，你看这才像校长他女儿嘛。那可不咋的。你看他校长家大疯丫头，你看。咋还有大虾呀？庆祝啥呀？高阳这次考试有进步。哦，行啊，咱家能出两个大学生了。三个。哎呀，我这学历最高的马上就地位不保了，但是我开心。最后一道，开整。哎，贝贝又来蹭饭了，我去。居然还学会装门了。安娜，妈，你咋了？我以为你走。你巴不得我走吧？高阳，我今晚上回去，有几句话要跟你说。那就坐下来说呗，正好一起吃。不了，下楼去说吧。等我回来啊，都别动啊。哎，外面冷，外套带上。
妈，有啥事儿在家里说呗。上车。高阳，这些年我光忙着挣钱了，和你也很少沟通。你的生活我也不清楚，我的情况你也不了解。妈，我知道你是为我。行了，你确定不走了是吗？我也挺舍不得你的，但是铁原，我真的离不开。你现在长大了，主意正了是吧？那不小文有特殊情况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们会一起努力考大学，前途不一定会差的。叶小文是个孤儿，你想帮他是吧？你有那个本事吗？啥意思？给谁打电话呢？盯着。喂。哎，你好，是阳光福利院吗？你好，你是？哦，我是安娜，美拉娜公司的老板。之前我的秘书去找过您。哦，安总啊，感谢您让秘书送来的爱心捐赠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过段时间我安排他再送一批过去。哎，不用了，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。怎么呢？我也不瞒您说哈，我们院呢马上就要搬家了。是福利院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我还在想办法，房租要涨，而且啊一交就连交五年的，压力实在太大了。哎呀，院里现在还欠着外债呢。哦，那总共需要多少钱呢？需要我帮你们协调吗？啊，不用了，太多了，得几十万呢。哦，那福利院的孩子们呢？我一定会想办法把院留住，要不然呢，这些孩子们连家都没了。好的，知道了，那您保重。好，谢谢。再见。哎，干啥去啊？小文他还不知道呢。把车门关上。你想把这件事告诉他呀？你告诉他你有办法吗？我们可以去筹钱，募捐。你们俩能筹到多少钱呢？不是，那咋办呢？我可以帮他，但我帮他是有条件的。啥条件？先把这件破运的符脱了。看这个，看来这回安娜是真的要走，拉着高阳唠个不停啊。嗯，要不别等了，先吃吧。再等等吧，估计也快了，等高阳回来一起。啊，行。肚子挺老实啊。哎呀，我去叫高阳。哎，还是我去吧。哎，怕我跟安娜呛呛起来啊。都走了，
给人留个好印象呗。嗯，你说对，去吧。嗯。